I've been having dreams, jumping on a trampoline, flipping in the air. I never land, just float there. As I'm looking up, suddenly the sky erupts. Flames alert the trees, spread to fallen leaves. Now they're so good.
是努力在说标准普通话了，保证骚。以前我分享过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么今天我分享的这个刷子是只属于保健骚的。除化妆刷，最重要的就是你是如何选择工厂，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毛刷，质量一个品控是什么样的。我选择的工厂和品牌呢，叫做露薇雅化妆刷。为什么我会选择这家工厂和品牌？第一点，他们家是沧州的，出了名的质量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在马云宝上面看到的化妆刷80%都是沧州出厂的。第二点，他们家有非常正规的工厂，而且工厂是通过 ISO 9000质量检测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一个工厂，所有产出的产品都是全部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拿到手之后，你可能只会主观的感受到它非常的软，非常的蓬松，但是你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成分是超标的。所以所有的产品我们也做了一份检测报告，会放在详情页的下面。第三点，前期我们在考虑这个刷型的时候，所有的刷型差不多快100把给我，每一把我都上脸试用了。最后一点就是他们家加工过欧莱雅、露华浓、完美日记等一些大牌的合作刷，所以种种选择我就选择了他们家，非常非常的放心。第二点呢，就是刷子的设计理念。刷型呢，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做的一套，不管是日常妆容还是一些比较夸张的妆容，我都觉得这一套刷子是足够了。深灰的一个渐变，奶茶棕色的杆子和这一把粉色的。这一次刷毛的材质呢，采用的是威金斯的速干毛，这一款毛呢是一款专利毛，仿生动物上的毛鳞片，所以它的抓粉能力非常的好，不会容易炸毛，而且它绝对不会掉色。刷子如果好的话，取粉或者是晕染会更加的简单一些。那它是一个速干特质的，平常出门啊，先用卫生纸把它包住，吸走它的水分了之后，放在通风处甩几下，你会发现这个刷毛基本上已经干了70-80%了，非常适合南方的女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刷子我选择它们的原因。第一把就是散粉刷，散粉刷呢，我采用的是这种大头的设计，打开的范围比较大的一把刷子，在冬天或者是说你平常很懒的时候，绝对给你实现3-4下定全脸的感受。那修容刷呢，我选择的是这一把斜坡设计，这个大小呢，刷这个鼻翼的时候非常的顺滑，它这个毛的长度呢正好往下带，非常容易画型，鼻影也不会晕得非常的深。这把修容刷呢，不管是画修容还是画腮红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抓粉力是那种比较适中的，不会出现脸上很重的一个现象。高光刷呢，我这一把选择的是中小号的，那其实它的这个上面的是比较尖的，用来画细节高光也是非常的合适，泛着去打一些大面积的提亮也很好，我个人很喜欢。眼影刷呢，我设计了5把，这5把眼影刷的话真的就是你画任何妆面都给你搞定。大号眼影刷就是这一把扁头型的眼影刷，会更加的好铺色。那这个眼影刷的大小呢，最最最适合跟我差不多宽度画眼妆，正好饱满的把你的整个轮廓线全部都打满，这样子的一个火苗型的晕染刷。这一把晕染刷就是沾取米色去把轮廓线晕染开的，打圈式的把边缘晕染干净，那你的这个妆容整体来说不会特别的失败。这一把眼影刷呢，就是画在双眼皮稍微的晕染或者是眼尾的一个小三角形构成，更好的更细节的去掌握你眼影的一个整个形状和大小范围。第三把眼影刷呢，就是这一把我最最最最最喜欢小小的三角形火苗锥形刷，这个形状的刷子画眼尾的三角最黑的地方以至于下眼睑都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下眼睑刷去把眼线稍微的晕染的模糊一点，晕染的没有那么凌厉，是用的这一把刷子。这一把刷子呢，它是做的非常的韧的，硬毛的，很容易画型。不管你是画下眼睑的一个彩妆的一个晕染，还是眼线，或者是眼头的一个提亮，或者是卧蚕的提亮，这把刷子都是非常之巨无霸合适。3mm 的高光刷，大部分的扇形刷呢都会差不多做到这么长的样子。在我用扇形刷的过程中啊，我会发现这样子去刷它的范围真的是太大了。但有的时候你想画一个很精致的妆容，你很难用那个大小去控制你的用量，这一把刷子就是非常非常合适。它不管是画这个地方还是眼下，其实这一把粉底刷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想过做一把这样子的，看见没有，这种选择的这一把是因为我觉得那一把用粉底推开的刷子会很容易有刷痕，这种粉底刷的话真的就是人手一把，好吧，你就算不买我的套刷，你去买别人家的单把刷子，你都必须要拥有一个粉底刷，真的是太好用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刷筒的设计。这次的刷筒呢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形的，这款刷型呢是通过专利设计的，放刷子进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平常日常出门不管是睫毛膏、眼线笔、粉底液、美妆蛋
都可以把它放进去，蛮实用的。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个刷子经过了快五个多月的一个完成版的设计，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作品这个作业会不会满意，我也非常的忐忑啊，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然后拿出来给大家用。看到我的这个价格你就知道了，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分享。裸刷双十二当天98块钱，加上刷桶一起买的话是118块钱，双十二之后再买裸刷是118块钱，加刷桶一共138块钱。前3000套每一个人都会送海绵蛋、清洁盒、清洁剂，3000个之后呢，每一套刷子都会送出一个海绵蛋，上面有我的 logo。 那这一次呢就是我的这个刷子的整体的作业了，希望大家满意。也记得双十二的时候，如果你对刷子感兴趣且对我放心的话，就记得去淘宝搜索露薇雅化妆刷，好不好？双十二不见不散。这个视频呢我也会抽10套送给大家，一定要记得给我激情的互动，爱你们。